每一年的科技盛事都是资讯过，十五号将要伫林地的展览中心来登场。这次是以着改变未来为主题，除了和民众会当用优惠的介绍来买产品以外，现场卖展示真侪最新的科技。师傅嘛伫现场来设立教育科学馆的单位，其中都有学生甲家长是真关心着108年的新课纲，活动内容是丰富精彩。现在资讯科技发达，适合大家生活越来越方便。其中包括 AI 人工智慧、无人机和 VR 等等，拢是资讯多方应用。你今年几多资讯月，准备在展览中心登场了。所以想要看现在资讯的上新发展，千万别当错过。资讯月是可以这个聚集很多对于资讯产业以及资讯产品关心的人，那大家能够在资讯月里面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互动跟沟通，不管是国防部门，或者是经发部门，或者是这个教育部门，他们有一个新的概念、新的做法、以及新的产品的时候，都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许多广大的使用者以及老师以及同学，能够做最好的这个互动。这次资讯月，今首创台湾第一个以着 AI 为主题人工智慧展，以及配合108课纲所打造的教育科技馆，和民众能带着小朋友透过实际体验，更加了解详细的课纲。更推出更好看的内容，民众快活把握。我们现场大会的舞台区有很多优惠的一个活动，那像我们有早鸟，我们有早鸟的活动，那我们会赠送我们的现场的抵用券，我们还有邀请我们的世界的电竞选手来做那个电竞的一个示范赛，还有我们的直播主林墨金来为我们做代言。对，那我们现场还有满额3000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抽出我们的今年的最大奖，就是我们的保时捷的汽车。好，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今年还有我们的教育科技馆，我们会针对108课纲来去做108课纲的体验。基础资讯月为19号开始，7号到23号，每一天都有相当精彩活动内容，是相当丰富。就是希望咱打破资讯带给人冷冰冰的印象，所以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，把握机会了解现在资讯上新潮流。记者陈怡瑜、齐金虎采访报道。